一时是一暝怨叹，一时路一暝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会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这类品宴，我真的觉得，你的勇气可嘉哦。用这么新颖的编曲，然后唱这么经典的一首台语歌，然后面对你看我们顺吉大哥这么强大的魔王，我们听到的你的一些企图心，但是在音乐上还有更多更多你可以去进步的地方。哦，绝对不会说这个编曲只能这样唱，所以这你可能可以再思考一些。有什么音乐上的突破，有什么技巧上面的练习，透过不同的编曲你跟音乐的对话是什么。好，那你在一首歌里面你还有什么样的层次可以去变化。好，加油。谢谢，谢谢老师。来，龙老师。品宴今天唱这个歌，我觉得蛮好的一点是因为今天这个编曲老师把这个曲子改编的蛮特别的，很有他自己的味道，而且又不会听起来很奇怪。所以因为我刚刚你前面前奏你唱之前你有弹了一段钢琴，所以表示你是有学音乐的，你对音乐的敏感度应该是够高的。你唱这个歌没有问题，只是说既然你是学音乐，你对音乐有一点点那敏感度的时候，你应该在编曲上面可以再加一些稍微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只是把这首歌的速度放慢。那其实它里面编曲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地方，小拍子或者小的音，那些东西都可以再加强。但是以你现在的年纪诠释这样的编曲，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好，加油。谢谢老师。